们现在已经到了当地最大的这个市场哈，完了这边卖蔬菜的卖啥的也都有，前面就是到那个卖化妆品店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喽先生。今天呢，我要去带着瑞秋去做一件事情。我要去一个当地最出名的一个卖护肤品的一个超市。这个超市里面每天都会去很多很多的当地的漂亮的小姐姐，去那边买护肤品。因为我之前发了一个瑞秋那个化妆的视频嘛，一直也是没有时间去买。我说今天就抽空把这个护肤品给买上啊。说过的话必须要履行，言必行，行必果，言出必行，那才是男人。关于搬家这个事情吧，我说再去晚两天，有人说正月不搬家，还有就是家里面还差点小东西，然后呢我这几天呢还想办法再去弄一弄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先去买那个护肤品，先看一下非洲的化妆品市场最大的护肤市场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现在就出发，走吧去吧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当地最大的这个市场哈，完了这边卖蔬菜的卖啥的也都有，前面就是到那个卖化妆品店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当地的最大的那个化妆品市场，里面琳琅满目啥都有。这是老板，老板又开心了哈。行，选吧，行啊，随便选随便挑，敢买哈。那个创可贴买两包创可贴，啊，创可贴也行。当地人都不咋用这玩意儿。大的啊，买这个，对，这个行吗？这个行，这个不行，娇，这个不行，这个焦黄的，这个不适合你的肤色，娇，你不适合这个颜色，不好看，这个不好看啊，不好看。no， 你信我的，娇，这个真不适合你的颜色。no， 这个好看。这个咋的？这个白呀、啊，这个。对。你提着看。不行，娇，我这屎黄色的，哎妈。这不行，不适合，就是你得整那个黑的，那个雀黑的那种，雀黑的那颜色的，你整这个颜色应该够用。这个黑，那个太白了，那个不行啊，就得要这个。你这个，哎呀妈的妈，好看！我现在都想出你画在脸上什么时候状态了，啊？那好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不放你放你脸上，回头。你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呢，它都是中国来的。它也是非常齐全，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亲民。或者咱们算账看一下，我们这次消费能花费多少钱？就是啊，它怎么个颜色？你怎么个颜色的？这个颜色，它掉色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就是啊，买两包创可贴呀？不买。为什么不买呀？管用啦！小点声，你干啥呀？你听着了，你干啥呀？哎呦我的妈！不买，行，要不买，不买了，省钱，不买。好，嗯，现在这是瑞秋选好了，我们现在买完了，然后总共消费是325，但是彼此因为很熟悉嘛，给我们打折了是290，啊，折个人民币大概是105块钱人民币，100块钱的样子，可以了。瑞秋说让再找点，再找点，嗯，瑞秋说这找5块，你不行，瑞秋说再找5块。也是会过日子了，给便宜了，比便宜了35块钱。瑞秋不行，你再找5块，快点的，再夸张，放，还在那翻夸张，够用妞，哎呀，太行了，省5块钱。行，现在我们装好，我们就回家了 ，Let's go。